家燕经常会在工作空档在社群平台和粉丝分享生活大小事。日前她曾经在晚间晒出睡觉前使用保养品护肤的画面，素颜时仍然充满仙气的模样，直接惊呆大批粉丝。最近她则是透过 IG 现实动态晒出一张去早餐店吃早餐的照片，只见她一手拿着早餐店的奶茶，一手拿着手机对着镜子自拍。有趣的是，她还发文表示，虽然现在早餐店卖的奶茶一直都有在改良和进步，开始会使用牛奶和好的茶叶制作，但她平时只要去早餐店，她还是喜欢喝传统奶茶。最后还逗趣笑说，今天这杯会让人拉肚子的奶茶我打8.7分，超幽默的发文真的超搞笑啊。Bye.